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崇哥，今天要开拍新系列了。这系列是我一直蛮想做的一个系列哦，做出来又很漂亮，所以想要推广给大家。好，我们就来开始这个新系列。那是什么东西？就是这个。好，这个就是我再来要做的新系列哦，那个流体画，我自己也没有玩过，所以今天是流体画的第一支影片，我们就玩看看，把它做成一个系列影片。因为颜料我已经花钱买了这么多，我没有全部的颜色都买哦，因为太多了啊，基本上那个颜色可以自己去调配，可以调出更多种颜色出来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买一些比较基本的颜色做这一次的流体画。好，我们就开始吧 ，Go！ 现在呢，我就跟遗憾，就我女儿，好，我们两个一人一幅画，一人挑简单的4到5个颜色来做出自己想要的一个画面。我们都没有玩过，所以都不知道会变怎样。好，那基本上白色是底，我们现在一人挑4个颜色，好了，好不好？一人4个颜色，他自己挑，看你喜欢什么颜色，把它摆出来。好，开始。那现在我挑的是这四个颜色。然后，等一下一翰要用这四个颜色来做一幅画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作画吧。现在要来开始作画了哦，先上底色。好，我们现在四个颜色都。各自的颜色都弄出来了哦，都先加一点点，因为不知道要多少的量啊，先把白色当底。颜料上会有一些小的气泡啊，可以用这个打火机泡一下，它泡泡就会不见了。不用气泡，没有气泡。有哎，有气泡，你看好多哦，小小的气泡啊。有吗？没有。第一次做哦，很不熟悉。